首先是和谁跳的无奈，技术不好的人不爱跳，跳得好的人不是有舞伴就是老师。第二，有舞伴也无奈，练舞总吵架，分手了又没人跳没人玩。第三，学舞的无奈，让你随便跳着玩不进步，你不甘心，想跟老师跳又条件不允许。第四，上小课的无奈，总上小课就没法总参加比赛表演，总比赛表演就不能总上小课，又总上小课又总表演比赛就无法生活。第五，孤独的无奈，越上小课就越孤独，因为跟普通人跳很难有释放，能跳到一起去的人变得越来越少。第六，放弃还是坚持的无奈，让你不跳舞了找点别的爱好你又提不起兴趣，最后还是去跳舞了。真可谓舞蹈的梦想有多辽阔，现实就有多无奈，现实有多无奈，遗憾就有多沉重，遗憾有多沉重，心情就有多惆怅。摩登摩登，就是一边磨人一边攀登，魔界一入深似海，从此一去难回头，两岸猿声啼不住，轻舟已过万重山。